Hey, hello. Hello, what are you doing?今天我们来到马来西亚最大的主题乐园之一，上面雷公一共分为六个不同的主题乐园，多达90个景区，不管是本地人还是阿嬷人，绝对是成年小孩可以 happy 的场所。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海盗主题的 amusement park， 这里的主要焦点就是360度旋转的海盗船和刚刚开场看到的过山车。现在像豆腐一样软软的我们要玩至少三次What？ 接下来是 Water Park， 这里有世界最大的人造 Surf Pool 和世界最大的 Vortex Ride Vuvuzela， 西北多七个好玩的水上活动任你体验。第三个就是亚洲第一个 Nickelodeon 的主题乐园，叫 Nickelodeon Lost Lagoon。Where's Patrick?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最后还是到他那，他可能心想说，找找他拿就好了咯。楼下工作人员假装这个比较刺激。刚刚那个 staff 介绍我真的是刺激，真的是比较刺激。不然去玩下一个，想一个，下一个。下一个是青色的。青色的，这个叫什么啊？啊，库巴兰谷。Let's go。我自己讲，我真的很怕。如果玩累了，可以来 Wildlife Park 走走，近距离看150种不同类型的动物。哎呦，好害羞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包括百狮子，还有黑豹。Oh. Okay, don't want to come, eh? Hi, want to try some? Oh, it's okay. Can, no problem. Take some, take some. Your 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好吃？ Hello. Hello, what are you doing? X Park 这边的 ride 哦，我们是 paper ride 啊，但是里面的活动全部是非常非常刺激的。Go Go！ 我现在去玩这一个，这个什么 ？G Force，
这个就是一个球往上弹。我已经哭出来了。我们要去玩，应该是全部乐园里面最刺激的东西啊！我现在已经在那个玩具江那边了。哇，很高，比想象中的高。好害怕！在上面的时候就觉得突然间变胆小。Oh my god！ 我会吐，吐都是来。小浪小浪啊，飞吧 5 4 3 2 1，最后没有跳到，因为可能就啊他太怕，没有办法跳，没有办法给你们一个那个刺激的那个影片给你们看到，骗你的啦！跳那个bungee jump。 OK。 Congratulations, thank you. OK, OK, 这一期的影片到此结束，特别感谢三位雷棍赞助我们这一次的体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分享订阅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